阿辉啊，阿辉，哎，阿辉，哎，啊，你先把这个鸡血藤盛上八两。鸡血藤，活血，通络，性大热。嗯。水银墨玉砒霜剑，狼毒最怕弥陀僧。姑娘啊。你的药方里可是犯了药性十八反呢，这谁给开的药？这不是配好的药，这些药拿回去，师傅还要重新调配。哦，在为哪里抓药？春风堂。
aroma.没事，把药拿给唐吧。春风堂，有预约吗？没有。春风堂只接待预约客人。哦。啊，我午睡的时候落枕了，能不能找一个力气大一点的给我念一下？麻烦你了。请。怎么了？你手还挺有力的啊。你不是要力气大些吗？看你瘦瘦小小的，没想到力气还这么大。你们春风堂的生意还挺好的，要预约才能服务的。师傅的手艺高超，客人喜欢。嗯，哎，那你们哎。按摩的时候别说话，容易伤气。
你来春风堂干什么？最近我们在处理几个自杀的案子，这些人死前都来过你们春风堂。既然是自杀，那跟春风堂又有什么关系？这几个死者在死之前的一两天都来过你们春风堂做按摩。你的意思是，是按摩导致了客人的自杀？外面的人都说你们春风堂养着鬼。你是一个警察，讲话要负责任。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老老，我明天就让莫兰去抓药。คุณจำเป็นต้องทำขนาดนั้นเลยเหรอ？以身试法是我们中国医术的传统。放心，我没事的。我还要教莫兰很多按摩手法。我脖子真的是落枕了。我不会让你诋毁师父和春风堂的。如果再死人的话，你们春风堂怎么说也摆脱不了干系了，这个肯定也不是你希望的吧。如果你发现有什么异常的地方，记得给我打电话。
中国人讲气生万物，就像二十四节气，是气与天道的表现。而按摩之道在于以气通经，气足精神才能先知先觉，防患于未然。这是神门穴，助安眠。每次按摩开始的时候，我们要通过打开这个穴位来帮助客人进入一个平稳的状态。这个穴位需要用柔法和按法，以气御力，刚柔相济。这个是安眠的精油，只需要一滴。精油一旦进入穴位，客人的血流和脉搏很快就能自发地调节到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准备好接受按摩。你准备好了没有？要做一个好的按摩师，一定要亲自体验一下按摩的全过程。师傅，按摩的时候点这根香，是为了让客人安神的吗？这根香里加了乳香、血结和鸡血藤，都是中国传统的药材。这些成分原本是活血清瘀的，但是和我们的沉香和精油里面其他药性结合起来，它就可以透过皮肤调整血流的速度，来进入人体的五脏和经络，最后积聚于心。师父，这根香是春风堂的镇店之宝吗？曼谷有这么多家按摩院，都想生意兴隆。这根香固然有它的秘方，但是春风堂在这里开了15年了，并不只是靠着这根香。这安眠穴可以镇静安神，它比神门穴更厉害的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法把精油送到身体每一根经络，更接近人的心魔。什么是心魔？一个人做错了事情却不肯认错，就是魔。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心魔。这是什么？我妈妈留给我的东西。来，娟，这边我替你干呀。龙强，ผมดูการที่นี้มันผิดปกติ อาจเป็นคุณฆ่าคนตายทั้งนั้นลูกค้า VIP 5คนที่ชุนฟงถังตอนนี้ตายไปแล้ว3คนเหลืออีก2คนยังมีชีวิตอยู่แต่มีอีกคนหนึ่งที่ผมยังหาข้อมูลไม่ได้คดีที่โรงพักยังเยอะไม่พอเลยไงฮะถึงได้มโนคิดคดีขึ้นมาเองอ่ะผมว่าไร้สาระนะไปแล้วยืมไปผมดีกว่าอีเจนออกมาทานข้าวเถอะกับข้าวเย็นหมดแล้ว我去请师傅出来。木兰，เธอเข้าไปในห้องสมุดของอาจารย์ของเธอไม่ได้นะ
นร้ายเหรอคราวนี้ก็หลับได้แล้วนะ我们帮客人做理疗，多少会带点客人的浊气。每天这个时候推几手太极，可以把体内的浊气推出去。木兰，帮我去抓药吧。昨天不是刚抓过药吗？今天的药不同。这是做什么用的？你吃完早饭就去吧。รบกวนช่วย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ให้ทีผมอยากจะเจอคุณมู่木兰哎呀，你要的这个骆驼草和马钱子，我们这里没有，估计这里的药店都不会有。为什么？这些药的致幻性很强，毒性也大，现在一般药店都不敢用。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得到大医院去。哈喽ค่ะ คุณมู่ มีใครมาขอพบค่ะ อ๋อค่ะคุณมู่ฝากบอกว่าให้รอสักครู่หนึ่งนะคะรถยาเออมาอยู่ที่โรงแรมสยามแล้วนะลุงช้างครับลุงช้างเก่งจริงๆเลยผมคิดไว้แล้วมีได้แค่ลุงช้างคนเดียวที่จะหาที่อยู่ของโจกงได้ไปโจกงเต้นครับครับขอทางหน่อ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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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ครับพวกมันอยู่ที่นี่แล้วพาเข้ามาแล้วเข้ามาที่นี่แล้ว为什么跟着我？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可以帮你找到你想要的草药啊。什么？你不是在找骆驼草和马钱子吗？你？对啊，我有我的办法。
为什么在这里？你还没死，你去了哪里啊？我不是风铃，我是墨兰。墨兰，墨兰和我在一起，我把她接到春风堂，她很好，你放心。我妈妈是怎么死的？姨妈告诉我妈妈是自杀的，我不相信，我妈妈不会丢下我一个人自杀的。不是，对不起，全都是我的错。你做错什么了？我杀了他。风铃，风铃，这是我的客人，前几天来过这里做理疗。那他有什么反常的行为吗？那时候他有点兴奋，像服用过致幻剂。一个服用过致幻剂的人怎么会来按摩呢？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他。他说什么了吗？没有，他按摩完了之后就离开了。这并不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吧？三号你去过他们总部找他，秘书处有你的登记记录，我想你应该要解释一下吧。没错，我是去找过他，我是为了给他送解毒汤药，因为他之前体内的致幻剂还没有清理干净。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为他服用过你的解毒汤药发疯跳楼呢？你们还有一个叫周峰的 VIP 客户，对吗？这我没有印象。你不用否认，我们有证据证明他来过你这里。我们这里的 VIP 客人都是我和我太太打理的，
我太太主力泰式按摩，我主要是中式理疗。你刚才讲的这个人有可能是我太太的客户。คุณโจเป็นลูกค้าของฉันเองค่ะเขาเคยมาลงทะเบียนไว้แต่ไม่เคยมาใช้บริการเลยสักครั้งคุณนายผมจะขอข้อมูลของเขาได้ไหมต้องขอโทษด้วยนะคะแต่ว่าข้อมูลของลูกค้าที่นี่เปิดเผยไม่ได้จริงๆค่ะชุนฟงทัง已经有四位客户死于自杀你们不觉得很可怕吗？这种事情如果宣扬出去的话，我觉得对你们春风堂的声誉也不会太好吧。我尼恐怕都尼可能。龙强，เอาละครับ，วันนี้คงจะพอแค่นี้ก่อนนะครับผม。ขอบคุณที่ให้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ไป。那就这样吧。萨瓦迪卡。南可爱，哈喽，
อะไรตรงนี้เดี๋ยวก็ไม่สบายหรอก墨兰帮我再去抓一些药以前有一个人他来抓过很多药他的方子跟你上次带过来的很像那个人长什么样子样子太久了不记得了你好好想想这对我很重要我想起来了会去春风堂找你阿辉啊哎墨兰，你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了。我知道，有个人给你发了两条一模一样的短信，警告你小心引证。我师父没有害别人。我们检查是讲证据的。这个给你发短信的人是谁？你知道吗？我不知道。那他为什么给你发短信呢？师父在泰国开了按摩院，有人不服气。诋毁春风堂。既然你也认为是诬陷，那你为什么不出声呢？你也怀疑是尹正是吗？给你发短信的这个人，一定和春风堂的自杀案有关。你知不知道，你们的 VIP 客户里，还有一个叫周峰的人没有自杀，其他人全都自杀了。周峰，他从来没有来做过按摩。那他为什么会在 VIP 名单上？他办过一张卡，但从来没有来过。你见过他吗？没有。我会继续调查的。如果这个人再跟你联系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师父，为什么要歇业？这段时间外面不太平，我们也可以休息一下。正好，我会教你按摩的掌法。师父，我有话问你。什么事啊？墨兰，มีคนมาหาเธอหน้าบ้าน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เขามีเรื่องด่วน我去看看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你啊有事情吗我想起来上次那个到我们店里买药的人了是谁我不认识他但是我记得他手上有一个特别的纹身我大概画了一下是什么我还有点事情我先走了哎阿辉墨兰
下次叫你的朋友到里面坐吧。他不是我的朋友。哎，你刚才是有事情找我吗？สยามแล้วนะลุงฉังครับลุงฉังเก่งจริงๆเลยผมคิดไว้แล้วมีแต่แค่ลุงแชมป์คนเดียวที่จะหาที่อยู่ของโจฟงได我有事情，先出去一下。老先生，莫兰，还是来抓药吗？我找阿辉。阿辉，阿辉不是说给你送东西去了吗？你没见他？哎呀，他到现在还没回来呀。阿辉回来，无论如何你让他来找我一次。哎，好。
妈妈当年是被人推下来的。被谁？同一个人。告诉我是谁。尹正。我师父。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尹正利用置换的药物控制客人，敛取财物。你是谁？我是你妈妈的朋友。你认识我妈妈？我和风铃一起拜师学艺，她是我师姐。是你一直在给我发短信吗？是我。你怎么知道这些？尹正是我的师弟，我们这一派有一门绝学，会利用人的尸油和多种中药共同来提炼，制成一种很特殊的精油，再通过推拿的手法会悄然无息地进入人的体内，如果少量的用可以达到置换和控制神智的目的，但如果量用多了就会致人疯狂。可惜的是啊，他走了偏门。你是说他杀了我妈妈？为什么？因为你妈妈手上有一块价值连城的天铁观音。天铁观音？中国人说一物降一物，既会有可以控制他人的精油，但也就会有可以克制这些奇毒的解药。天铁观音呢，可以消除尸油的幻毒。谁手上有这块观音牌，谁就是继承者。尹正为了要得到这块天铁观音，他却逼迫你妈妈嫁祸给我，甚至把你妈妈从楼上推下来。事情败露之后，他也无法在国内立足，所以才会来泰国隐居。你找到我究竟想要做什么？尹正陷害我，害我坐了15年的牢，我要报仇啊。难道你不想替你妈妈报仇？而且她手里有这块天铁观音，我一定要把天铁观音带回师门。莫兰，我一定要拿回天铁观音，我需要你的帮忙。我怎么帮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直在等你，今天的课还没上完呢。让我再看他一眼吗？不行。
不要跟他走，我不信任他。你妈妈死得不明不白。运针之道在于进则徐徐，出则迅疾，宁是易学不离易经。师父，警察说的是真的吗？这个事情就让警察来处理吧。我妈妈是怎么死的？姨妈说妈妈是自杀的，但是我不相信。不管我们现在做什么，你妈妈都不会再活过来。她想看到的，你能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平安幸福。春风堂就是你的家，你明白吗？他前几天来过，好像是找墨兰。他是同仁堂的店员，前天下午从正骨街的上五楼上掉下来，当场死亡。我在现场看到他掉下来。前天下午3点到5点之间，你在哪儿？我出诊去了，一个老客户被受伤了。你们很熟吗？我经常去找他抓药。他来找你干什么？我不知道，我还去同仁堂找过他，但他不在。姑娘，这是从阿辉身上找到的一张纸条，我想他可能是要交给你的。这15年来，春风堂是我的一方净土。外面却说春风堂养鬼，你相信吗？ฉันเชื่อคุณ。墨兰，才是我隐居泰国的原因。คุณเคยบอกว่าป้าของมั่วหลางตายไปแล้วแล้วเธอก็เลยอยู่ตัวคนเดียวคุณถึงได้รับตัวเธอมาอยู่เมืองไทย确实如此但也是因为他妈妈因我而死我师父留下来一件信物是块天铁观音牌风铃也因为这块天铁观音。师父，有个人说要见你。บอกเขาว่าร้านเราปิดชั่วคราว。
他坚持说要见师傅。收拾一下，我去看看。先生，这里是不许吸烟的，我们最近也停业了。童梦，尹正，泰国按摩业这么发达的地方，全世界的游客都来这里享受泰式按摩的服务，而你倒是在这里开了一间中式按摩院，有头脑啊。你还没死。15年吧，你变了好多啊，有了老婆还带了徒弟，你的牵挂越来越多了。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萨瓦迪卡，我是周峰，慕春风堂的大名而来。周峰，你是我们的 VIP 客人，但是从来没有来过。对呀，我都在中国忙着生意上的事情，刚回到曼谷，想请你给调理调理。Mr. Joe， 我们谢谢没打卡卡。发生了什么事吗？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买了你们的 VIP 服务，就是为了今日专程来用的。我一定要领略一下。好的。莫朗，ไปเตรียมชามาการหนึ่งวันนี้ฉันเชื่อใจคนคนหนึ่งแต่เขาทำให้ฉันต้องมาถูกตัด
ใครกันแน่นายไม่ใช่โจฟง是你杀了我妈吗？ในเข็มทองนั้นได้มีส่วนผสมของยาชาเฉพาะของไทยอยู่นายหลับสักพักเถอะเดี๋ยวก็ขยับตัวได้ละ你自己配制的精油你自己有试过吗？นายมาคราวนี้ต้องการจะมาหาเรื่องสามีฉันใช่ไหม他的置换效果能让你回到过去。รอยสักที่แขนนายฉันก็เคยเห็นแล้วมันก็ไม่ใช่รอยสักธรรมดา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อยู่บนตัวของสามีของฉันเหมือนกันแต่ของเขาไม่ได้สักที่นั่นเขาสักตรงนี้会原谅我吗？是你害死我妈妈的。是我害死了风铃。波兰，你怎么干嘛呀？他亲口承认害死了我吗？你真把波兰给洗完没洗？那些无辜的客人，阿赞ของเธอไม่เคยฆ่าใครเขาถูกวางยาอาจารย์ของเธอก็เลยต้องทำตัวเป็นหนูทดลองเพื่อที่จะหาวิธีแก้เขาพยายามที่จะสืบสวนหาความจริงฉันเตือนเขาแล้วแต่เขาก็ได้แต่บอกว่าตามวัฒนธรรมของคนจีนหมอจีนจะต้องทดลองยาด้วยตัวเองถึงจะรักษาคนอื่นได้你这边不要相信他他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在掩人耳目。只有这样你才能帮他一起骗过警察。关老爷在上今日引证是自作自受自食恶果。你要的东西不在我这里。尹正，你中了尸毒，只有天铁观音救得了你了。观音泪，你知道天铁观音在哪里？
ฉันไม่รู้ว่ามันคืออะไร像这样一样的石头，十五年前，银正偷走了不属于他自己的天庭观音。现在要他还给我，如果你现在把天铁观音拿出来，还可以解他身体的尸毒，不然只能眼睁睁看他死去了。是你为了一块石头害死我妈妈的。莫兰，他的命你没得安奶。莫兰。天铁观音，我是不会给你的。黄某，是尹正说你要把天铁观音卖掉的。说过用天铁观音救了人就能还清你们的债务，我瞒着师父来这里帮你们，现在你们居然要把天铁观音卖掉。这块石头可以卖3000万，可以帮助师父做很多事情。不要说了，我绝对不会答应的。师姐，给我。放好，师姐，放着给我。拿不到这块天铁观音，就杀了你，杀了你老婆。为了一块石头，杀了那么多人，值得吗？观音怎么会在你那儿？
为了贪图这一块石头害死了我妈妈。我只要天铁观音，当年要是风铃肯放手，他也不会死，我也不会坐15年的牢。是你杀死了阿辉。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买过他的药，那些换药其实你也会赔。他记住了你手臂上的纹身，是你杀了阿辉。我是买了他的药，可他偏偏要告诉你，所以他不得不死。这么说，春风堂的客人也是你下的药，为的是要陷害我师父。尹真害我坐15年的牢，我要他身败名裂。把天铁观音给我。我不会给你的，我已经录了音，而且已经发给了警察。你真害我坐15年的牢，我要他身败名裂。卢小康，你摆地去封堂，恐怕有听难。先出来嘛，听听，他有那个。帮我拿回天铁观音，如果你不守信用，我就把他给杀了。莫兰，我承认是我杀了你妈妈，你不是要替你妈报仇吗？我在这里啊，快把天铁观音交给我。我可以把天铁观音交给你，但是我要先救我师父。莫兰，杀了你妈妈，也可以杀了你。亚楠，提春风堂没当的半截，立马断。我去看看乔叔啊。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
是没有价值的。 师姐，你有一个跟你一样善良、有天赋的女儿。莫兰，你有了天铁观音，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师父，为什么叫天铁观音？师父说。 这个梵字代表观世音菩萨救苦拔难的悲心，天铁观音的功效就像寻声救苦的观世音菩萨一样，能够去除众生心中的三毒。纹在你的胸口，天铁观音就和你在一起，自然会保佑你一切平安。天铁观音就在我心里，你也一样。 你妈妈就是这样对我说的。稍等，再来玩一下。